当得知自己的成绩啊是58秒95的时候，傅园慧深吸了一口气，给出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表情，还说了一句和他的表情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话。他说：“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58秒95，58秒95，自己都没想到自己，我以为是59秒。觉得今天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？有没有为？没有保留，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知道这一年你的这个平复一下，我们知道这一年其实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其实非常的难走到这一路。对对，那现在觉得这个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了吗？已经是最好成绩的历史，所以我就用了这3个月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恢复，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真的有时候感觉我已经要死了，我的奥运的训练真的是生不如死，但今天的比赛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是不是同时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？没有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那明天加油。好。这一连串的夸张可爱的表情也让傅园慧迅速地圈到了大量的粉丝，网友们直夸这名95后的小姑娘是一名不按套路出牌的耿直妹子，还把她的表情做成了各种表情包，并且祝福她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再创佳绩。